果然是个骗子！来来来来，一二三四五炸！一二三四五炸就没了。来，就一颗，就一颗炸！我管不了，什么炸？我管不了，你快出啊！就一颗炸，炸！快快快快快！这一晚上净你赢了，还是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炸了？头儿，今儿正道睡了。滚！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把枪放下，慢慢说。说，你是中共的还是军统的人？原来是真的。原来你们真的是为了情报而来。你说的你们，你和陈深，你们接近我都是有目的的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梅娜。 我或许的确在有些事情上隐瞒了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你还在骗我！如果你行迹败露，被查到是从我这儿盗取钥匙获取情报，煤机关和特工总部会放过我吗？毕忠良会放过我吗？你有为我想过吗？我想过。 我当然想过，我当然想过。我就是因为怕你知道了会害怕，我才没有告诉这些。我甚至想过，万一我失手了，我做好了牺牲的打算。但我绝对不会连累你，只要能够保你平安，我这条命可以不要。你知道吗？ 其实一开始，我并没有打算接近你的，我在犹豫，我怕，怕我会真的对你动心，更怕我万一一招不慎，会让你有危险。我是军人。 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军人，我不能要求你像我一样，为了信仰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。
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，有男人保护着、照顾着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，而不是在这里担惊受怕。因为你，我第一次想到，我可以当一个逃兵。我甚至打算，完成了这次的任务之后，就带着你远走高飞。但是我现在不能走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我不能愧对自己的国家。我还要对组织尽我自己的最后一份责任。但是在那之后呢？之后，我也有我想过的生活，就是为了我最爱的女人而活。你最爱的女人是我吗？当然是，美娜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陈深向李小楠求婚的那个戒指是我准备给你的，我不能让徐碧晨看见，我让陈深帮我保管。要不是李小楠跟苏三省发现了那个戒指，陈深怕我尴尬，他也不会演求婚那出戏。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你们不是串通好的吗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徐碧晨跟我只是搭档。我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。徐碧城爱的是陈深。傻瓜，过了今天晚上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我本来想这些话在路上慢慢告诉你的。你要的是桂林计划吗？是。如果我帮你拿到，你可以立马带我走吗？马上走。不对，你是不是还在骗我？是不是？如果我现在把枪放下，你是不是就把我杀了灭口？一夜夫妻百日恩。我怎么会伤害你呢？梅娜，谢谢你相信我了。保险箱密码锁上的数字，每次我都会恢复成七、六、七。
现在被盯梢，不方便行动。你马上到新城客栈找一下我们的同志。是老陶住那儿吗？是。你告诉他，我两个小时之后要从苏州河强夹角渡口离开上海，让他准备一辆车。可这大晚上的，去哪儿找车呀？按我说的跟他下达任务，他能办到。好吧，你还好吗？一切顺利。好，你一定注意安全。抓紧时间。我知道。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先去宁波，再从宁波想办法到香港。好，我收拾好了，我们就去处理。我知道保险柜的密码，等我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就走。好。干嘛呢？是扁头兄弟啊，这个你值班啊？你跑我们头办公室门口干嘛啊？躲猫猫啊？扁头啊，你误会了啊，我啊就是上个厕所啊，上个厕所。上厕所？我都听见了。你说你家里有人睡不下了，来办公室睡。你办公室哪儿？你办公室楼下知道吗？哎，论级别，我是三分队的副队长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哎，你级别再大也应该把话说清楚。上厕所，楼底下没厕所。跟我来这，早知道你那么嚣张，刚才我一枪打死。扁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你老大面子上才对你这么客气。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我欺人太甚？你爬墙头爬我们头门口来，我欺人太甚？不跟你废话，咱打电话给处所，让处所来评理。哎，扁头，不用劳烦了。索尼狠，走了，不上厕所了，憋死你！刘美娜忘了锁了，还是曾树他们搞什么鬼花样？这也不能出事儿啊！这。可不能出事儿，这出事儿就是大事儿，又该倒霉了。谁？这个坚决不能出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上海让我来这儿找你，他说他需要一辆车，连夜从苏州桥离开。是他要走吗？那你怎么办？你跟他一起走吗？他没说，大概是他要送某人离开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他是10点钟给我打的电话，需要2个小时后从苏州河强夹角上车。
鸡爪好吃。嗯，还没过来啊？远腾，你怎么搞的？拿个钱包这么半天？就是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。不打？哎，那得把刚才的账结清。就是就是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，给钱。扁桃，这什么情况？输点钱跟丢了魂似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吃个鸡爪。你就不心疼你的钱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还不是拿我钱买的。哎，去看我干嘛？不吃了，去厕所。哎，这扁桃真是的。两位兄弟，苏三省队里的吧？唐队长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是啊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吧。哎，好。行。抽根烟。有，谢谢。谢谢。没带火啊？没带。哎，有。哎，我帮你点上，我帮你点。我这好像有。哎，这是。抱歉让你看到这些，但是他们不死，我们就得死。我懂，我懂。上车。一会儿我到行政处附近把车停下，你回处理取东西，再来找我。对不对？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事儿，你说。给我好好的盯着点，我这边呢，我来处理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跟我好好的配合。要，被你吓死了！这大半夜的，曾队长也不值班，聊什么呢？来来来，说来听听，一块聊聊啊！哎，我说扁桃啊，你是没事找事儿，管太多了吧？啊，不该你问的你就别问啊！阿强，哎，咱们走，走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老管那么多用，走啊！记住了啊！不管你管谁，一天到晚的搞事儿。刘小姐，哎呦，刘小姐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到办公室拿点东西，马上就走。走，我送你上去。不用了，熟门熟路我自己就可以。你们头呢？早睡了。哦，那我上去了啊。真不用我送啊？不用不用。那个楼上灯坏了，嘿，小心啊啊！哎，知道了。今儿什么日子这是？牛鬼蛇神都出动了。
转过来。陈队长，这东西是给唐上海的吗？你们是一起的吗？你如果想活着离开这儿，就把你们的计划老老实实的告诉我。我们马上就走，离开上海。我和上海走了，你就可以和徐碧城在一起了。这么晚了怎么走？上海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找人弄了一辆车，我们从苏州河墙家角出发翻山路。去我办公室。告诉你，我现在马上要给毕忠良打一个电话。你要是真的走了，我就真的帮不上你了。我可以让你们走，但是我还得继续留在这儿。玩忽职守的罪名我可担当不起，所以我现在必须给老毕打一个电话，说你来过行动处，而且行踪十分诡秘，然后我再去逮捕你们。现在也是在演戏，只有我追捕你们，我才能够安全送你们上路啊。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一，按我说的做；二，我现在就掐死你。如果愿意听我的，就眨三下眼睛。你现在可以走了，我会赶在大部队之前到达墙家角桥头，送你们一程。喂，老毕，刚刚刘美娜来过办公室，行踪十分匆忙，好像还拿走什么东西。你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啊？她拿走什么了？好像是一个布袋子，里面应该藏着什么档案。什么时候走的？
该是昨天偷走了我的钥匙。他怎么会有时间偷你的钥匙呢？我想应该是昨天在裁缝铺里我试衣服的时候。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他说他会告诉毕忠良，然后假装追捕我们，掩护我们离开。陈深没有让你把归零计划留下？没有，他全都给我了。怎么有两份？处座，你怎么来了？陈深留北娜呢？前后脚刚出去。处座，苏三省呢？他好像有事出去了。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。苏队长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走廊灯什么时候坏的？晚上刚坏的。查一下，是真的凑巧坏了，还是人为破坏？是，处座。你干嘛去？晚会儿待着。难得刘美娜坚守自盗。你待在车上。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你就是麻雀。我不是麻雀。而且一直是你在利用我。别告诉我你不想要这个。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帮了我很多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。如果你大大方方承认你就是麻雀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份计划跟你共享。否则的话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毕忠良派来给我下套的。如果毕忠良找不到我们，他一定会封锁所有的码头和主要道路。如果他现在派人直扑你家的话，发现只有毕成一个人在家，你打算怎么解释你的行踪呢？你不会真的打算抛下毕成跟他一起走吧？你心里应该清楚，
如果没有我的配合，你很难全身而退。就算你走了，碧城怎么办？所以我建议你把它交给我，先处理掉你眼前的麻烦。明天我会原样奉还。说到底，咱们也算战友。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不要这一份，我要美娜手上那一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一份应该是毕忠良拿来混淆视听的李鬼。美娜对你情深意重，不会不帮你的。你考虑一下吧，很快毕忠良就会来追我们了。这么晚了，所有离城汽车都已经开了，如果有车有船的话还是可以走的。宗叔在，马上带人封锁所有出城的路口。是，阿强走。石头，带人去码头、火车站月台还有进站口仔细检查。好，你给唐山海打电话，让他召集人手来处理增援。明白。把那份给我。他不会给你的。现在我没有选择。掩护我，不然大家一起死。是你想的周到，知道他一定信不过你，会要求调换。陈深很狡猾，他一直假装被我利用，其实是他一直在利用我跟徐碧城。那我们就这样走了，你要怎样把他交给你的上级啊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山海，我们真的是要离开上海了吗？是，真的。我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我是刘二宝，不好意思打扰你。处理有急事，麻烦您请唐队长听电话。喂？喂？喂，听不到吗？喂？我听不到。喂，谁呀？喂？喂？喂，你说话大声点。喂？喂？喂？能听？我是刘二宝。喂？
座，唐山海峡电话接通后一直听不见我声音，后来我再打一直就拨不通，一直忙音。你马上派前秘书带人到唐山海家去找。是。如果唐山海不在家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扣押徐碧城。去吧。是。这么晚有急事啊？替我保管好他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好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一块儿过去吧。放心，没事的。马上送走这个女人，先到宁波，再设法去香港，告诉她我会去找她。是他帮你拿到情报的吧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跟他联系？骗的他。以后你可以告诉他我已经牺牲了，让他不要惦记我。你这样做太冒险了，就不应该留活口。按我说的做。这也是碧城的意思。听着，你现在送他走，我必须马上回家去。如果毕忠良现在去找我，碧城会有麻烦。好。停车！你不会甩着两条腿去追人吧？我开车来的，可是让他给跑了。你现在连刘美娜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啊？他有同伙儿，